9月14日，吴昕工作室官微晒出一组现身纽约时装周的最新美照，并配文称，拼接卡其风衣搭配卷边牛仔裤，优雅大气解锁金秋穿搭，新的时尚，一同出发。照片中的吴昕穿着风衣搭配牛仔裤，气质十足，而赫本的同款发型着实抢镜。吴昕在纽约时装周之行备受期待，人群之中亮眼十足。一直坚持健身的吴昕成果斐然，好身材保持如初。现在的吴昕是时装周的常客，各大时装周上总会有吴昕的出现，每一次的穿着都会让人耳目一新，精致的五官，卷短发，清新十足，撩人无数。从去年开始，吴昕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不再只是单一的待在主持岗位，参加综艺节目，拍电影，慢慢的纵横娱乐圈的各岗位，近照简直与奥黛丽赫本神相似。不少的粉丝与网友称吴昕为东北赫本，虽然外界对于吴昕的批评之声总是不绝于耳，不过吴昕似乎并不在意，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自己变得也越来越自信。今年吴昕的纽约时装周之行备受期待。